来介绍风筝，这个是面包超人的风筝哦。那我们把它打开来看看吧。来，还有一个握的棉绳，然后还有面包超人、细菌人和红精灵，它像这样子三角形，然后它有三层，而且是连在一起的哦。三层哦，这是最下面的。好，开始放啦。